青年报点评《如懿传》，言语犀利，字字珠玑。网友水平不错。自从《如懿传》播出之后，吐槽不断。尽管现在口碑已经回升，仍也逃不过北京青年报的点评，言语犀利，字字珠玑。在玛丽苏、琼瑶剧和樊白莲花人设之间疲于奔命，这就是北京青年报给周迅饰演的如懿的评价。周迅扮演的15岁少女青樱，更是被北京青年报点评装嫩。但44岁的周迅扮嫩已经成为一个不正当的事实，连孙俪之前在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《芈月传》里也扮演过少女，但到最后收视口碑双双爆棚。可是尽管这样，北京青年报还是提出了一个众多网友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：为什么不能找一个小演员来？一位37岁的女演员杨蓉曾回应过这个问题，并不是30岁以上的人害怕老去，而是市场需要。就像杨幂、赵丽颖、刘诗诗等明星已经年逾30，却还是满满的少女感。不仅仅是年轻的明星，连50、60岁的女演员她们也坚守着所谓的少女感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一位女演员如果没有拒绝的扮嫩的勇气，那么她们自然就没有老去的自由。